会议上一些 pad， 然后上面的其实是设计有木头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就是接头感还蛮重的，所以我自己觉得新的 coach 的一些设计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期待。对，他把街头还有时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，你里面还穿了一件很可爱具有童真的。对，因为这一次 coach 有很多都是一些恐龙的设计，然后我在前一阵子我自己。 有一些其他就是也是皮的这种coach的一些外套，然后我是在我参加时装周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说我coach 的外套旁边口袋有一只恐龙，是 Rexy。对，我就到时候去时装了，发现怎么有一只恐龙很可爱，今天这个没有，所以可是我后来就自己去装了一个。哇，你自己设计出了一个要更大只，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小只的，对，银色的恐龙。 我就发现说，其实Coach在的确上面有玩一些还蛮酷的东西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因为我带了一只恐龙来巴黎，我才发现这样。所以这个包装的还有一个这个鲨鱼，还蛮特别的，就是鲨鱼蛮好笑的。对，你之后可不可以穿搭的时候也带搭配一下小孩？其实也可以啊，其实也可以。其实也都很搭。换一下。现在要来置换一下 ，OK， 大家来展现，看一下Nick如何展现他的时尚穿搭的风格。 其实我觉得这个包配这个也很搭，我觉得很搭。对啊，这样子也很可爱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就是，那我配这个比较好，因为我这里面还可以装零钱什么的，很方便。